今天是星期五，那明天你来的时候是假日，顺便也会有那个农民的一些买卖。那你逛电玩展之后也可以买一些伴手礼回去，支持台湾的农产品。转场的路口就往这边一直走，那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电玩展展场。进来之后就可以看得到人山人海啦。哦，没想到非假日也可以人那么多啊。有兴趣的话可以上官网看一下这张地图，然后这个票呢非常的容易就买到了。这是某个电影的那个场景的感觉，那个叫什么我忘了。嗯，还是有加机，然后这是虚拟实境的体验。哦，那个是战神吧？还在套手啊？有变了吗？没有啊，就是要套手，再开始套。然后这个要有一个耐力赛的决心，因为它会持续非常非常的久。真的还蛮舒服的啦，而且躺下去还蛮有趣的，这是很新奇的体验啊。因为这个是美国的品牌，对，它在美国已经就是发展了10年，然后我们是最近就是去年才进来台湾，所以比较少人知道这个品牌。那我们现在也是很努力的在推销这个产品，因为大家都还不太了解，但试做了之后就会知道这个效果有多好，它成果多好。嗯，你看蛮多人躺在那里，好，还睡着了。个人版 KTV。来电玩展啊，最好玩的地方就是你可以跟一些 cosplay 拍照，然后还有很多照片可以收藏。That is true. That is, I would say that's true. That's a skill in and of itself. He's playing the metaphorical, allegorical, torpedo in this game. And there is a lot of similarity there. 看起来还不错啊。哦，这是印象馆的电视呢，复古游戏区啊。他们还真的很复古，用印象馆的电视，而且啊还有光线枪。哦，这是仙元剑。哦，超可爱的，记得来拍照哦。然后还有桌游区，嗯，今天人还不是非常多，明天应该会爆满。整场有非常
多的东西可以买。那这整片都是桌游区，那可以在场体验。如果你不想自己玩啊，你也可以看别人玩。很多厂家都有，厂商都有那个荧幕可以让你看。这个展场我觉得不是非常的大，然后如果你要出去的话，你还要进来的话，你就可以盖个手章。好，不熟悉花博的人，你展场出来右转，然后直直走就可以看得到厕所。厕所在这边，然后你可以慢慢走，继续逛一下花博。那花博原本在几年前是世界展览会，那现在呢也有很多商家可以逛。然后肚子饿了可以来这个小吃摊，虽然价钱不尽人意。电玩展离捷运站非常的近，那就在花博的珍宴馆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，谢谢大家。我一样会送给热情的朋友，所以等一下哪边谁举手说我哪里有声音，我就把礼物送给他。